1月5号，胡歌在接受某节目访谈时，谈到大家都关注的感情问题，酒后吐真言的胡歌脸颊泛红，向主持人坦言要找一个合适的人很困难，既需要有自己的空间，又觉得要跟对方好交流，而且情绪管理如果不成功，就会导致感情生活也不会成功。除此之外，现年已经33岁的胡歌还表示自己是个非常孝顺的人，以前一直很重视母亲的意见，如果母亲不喜欢，他是绝对不会考虑与其结婚的。不过现在母亲已改变态度，表示只要他对你好，喜欢你就行了。加上胡歌见到跟他同龄的人都结婚生子，自己也会开始心急。他指父母还会用各种方法婉转暗示他早日结婚生子，让胡歌感到十分无奈。芒果拉新闻，胡歌都着急脱单，单身汪可更要加油了。报道。